合适，散光财气，财务压力与日俱增。他们家很特别，居然有两个合适，他没办法聚齐。这么大的口在那边蒸的话，两口都要分食。你们两夫妻赚的钱都必须要再去承担各自的家庭。五边的口开得比较大，代表说呢，他的娘家有很多的口要去帮忙。